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风。我们今天又回来这一个空岛生存了哦。那我身后呢做了一些平台跟改变，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线下都做了哪些事。那我原本是在收集很多猪肉哦，其实后来发现，哎呀，我的石头很有限，而且这个木头长得有点慢，哎，这个长上来了。这边我做了一个萤火哦，可以方便我烤肉。那猪的部分我就不再打了，因为肉其实已经很多了。我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我的材料不是很够啊，所以我可能需要直接先叠上去，因为我看到上面有铁啊，然后有石头，哎呦，不要推我，有铁啊，有石头，还有煤炭呢，我们可能要先上去一下。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怎么叠，我是这样叠，怎么样？这样就很省木材，对不对？我们从这边直接叠过去。好了，我们先来挖这个铁矿，先挖起来。好，我们先挖一些够用就好，我们先能够做盾牌还有铁桶就可以了。我们先下去，我们先想办法把岩浆拿回来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哦，在这各个空岛之间呢，我们先来做通道哦。好，我们直接往上叠到拿到岩浆的地方哦，从这里往上叠比较省材料。走，这里有矿车哎，我们去看一下哎，来，这写什么 ？Iron 哦，铁就对了哎。哎呦，这边有那个。对了，上面有僵尸身快穿了。我想，哎呦，好可怕！这个地方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个矿车要干嘛？那我们把这个铁挖一挖。哎，这个下面有没有路可以？啊，有。那是羊吗？我们去看一下箱子有什么。我们箱子有掠夺二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哎，这个感觉好像没有掠夺二，我先不要拿，我们可以睡觉了。我们这边弄一条小路过去。哇哇哦，哎，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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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你的羊毛哈，我要羊毛哈。啊，箱子，哎，这边有那个。他都给你树哎，表示说哎，他就是要让你回收这个树吗？哎呀，对我们真好。哦耶，我们有一只非常棒的武器，还有这个鲜奶桶。哎，他给我鲜奶桶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有牛了，我们牛了，这边也有牛了，皮革也有了，这里有那个。蜂蜜蜂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开箱！哎呀，蜂蜜蜂生怪蛋，蜂蜜瓶，这个应该是要让我养蜜蜂的。这是已经到第八个岛嘞，哇，我们这样子会不会太快？这边已经到水晶了，哇，钻石，还有六角恐龙，哇，是要让我养在这边吗？我们直接上去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们有装备啦，全身装备啦，还有什么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铁镐也有了啊、哦，这个皮革上衣，上面还有箱子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想要上去看一下，我想上去看一下，有吗？没有东西吗？哇，这边有那个了，附魔书了，附魔书了。啊？可是没有附魔台，还没有职业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个要重放吗？是要让我洗附魔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那你。
奢侈了吧？这里面看起来是很厉害的地方哦，看一下看一下。附魔苹果不是，只是金苹果而已。然后药水跟那个酿造台，问题是我要怎么进去啊？我要怎么进去？好吧，我晚点再进去啊。哇哦，金镐金镐，不错不错。经验瓶就不拿了，附魔金苹果先不要拿。哦，有弩了有弩了，哦，这送我一桶水哎，这都给我这都给我，哦，方块很多，这个之后可以做岩浆啦，我方便做岩浆。嘿嘿嘿，玉髓锭都拿到了。等一下，东西垃圾太多。嘿，这个不要啊。哎，上面不知道有没有岩浆，上面不知道有没有岩浆。哦，有岩浆了，感觉我们已经快要到最上面了。如果你喜欢看我玩这样的小地图，不要忘了给影片一个赞哦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